大雨超过1000毫米下在仁爱乡，我想任何一个乡镇都是承受不住的。那因为在第一时间呢，县政府这边接受我们安置撤离的民众总共有245位，可是因为陈院长可能对我们在偏乡的山形地貌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在我们的仁爱乡或者是信义乡，有些的山民呢，我们的居民要下山都要耗尽2个小时。如果当我们的主要道路中断的时候，又加上断讯，其实呢根本是联络不到，所以会增加在整个救援上的困难。所以在第二天，我立即向行政院提出了直升机的请求，除了能够让物资的投递顺利到达民众的手上，另外也对一些有医疗协助的民众能够及时的提出这样的一个后送的资源。这个我想我们都是立即性的做出判断。在这里我也希望陈院长有机会能够多到我们仁爱乡信义乡来，南投县幅员辽阔，尤其在我们的山上呢，有很多的主要的民生的道路其实就这么几条，仁爱乡就像蜘蛛网一样四通八达的面临到每一个部落，但是只要一个连外道路中断，基本上就会让仁爱乡形成一个孤岛。在仁爱乡尤其像在我们的信义乡，现在我们的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的民众也受到了这个灾情的影响，我也希望这个中央能够在这次的补助跟这个放宽的条件上面能够尽快的来协助我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中央政府呢，不管是在哪一个单位，在道路的抢通，在医疗的资源，包括在很多各方面都大家一起齐心来合作。那最主要呢，我想这个救灾的过程呢，我们都会尽力的来做，尤其仁爱乡跟信义乡每一次都是很多这个大雨所重创的地方，所以其实公所的厂商还有包括我们县政府都是严阵以待。这方面很多的厂商其实在这次呢很早就进驻了，但是大雨一下下来的这么大的一个雨量，其实有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如同大家外界所看到的，在很多道路中断的过程，尤其通讯的这个没有办法恢复联系的话，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这个联系不上，也会造成很多家属的恐慌。这方面我们也继续的请我们的中央在电力跟电信能够快速的帮我们恢复。